晚上好，Hello 诗人，晚上好，Hello 神乐。晚上好，刚洗完澡，卸完妆。没有戴眼镜，有点近视。Hello，晚上好。明明化妆比较好看。看我的睡衣是不是很可爱？Hello，猫砂盆，晚上好。你们把我说的都害羞了，嗯哼。Hello，晚上好，晚上好，怎么这么多小伙伴没有睡觉啊？你们都跟我一样是不乖的小朋友，就是都好看，都好看。嘴巴有点肿了，不知道为什么，嘴巴好肿。Hello，晚上好，欢迎哥哥。一说是晚上好，播20-30分钟我就去睡觉了。可能是因为刚涂了润唇膏，感觉太肿了。换季容易得，唇炎。Hello，橙子，晚上好。我跟你们说，我买了奇异果，贼好吃，贼好吃，奇异果真的是太好吃了，哈哈。是不是不化妆感觉显得比较乖一点？谢谢 Q 友的仙女飘带，晚上好，白糯米。好吧，姐姐好像偷偷拿小号看我的直播。他跟我说，奇异果其实是他买的，对，是他买的。没有，这边灯光比较好，比较照的比较白。我真人黑眼圈很重的，我真人上班黑眼圈都遮不住，但是我卧蚕是不是很大？谢谢怀音哥哥的叮灯笼灯雨蝶。你们不觉得我胖了吗？我脸是不是圆润了？大会不在呢，大会不在，大会不在，大会在家里。就这个线条，你们不觉得圆润了吗？哎呀！Hello，我跟你们说，我很快就胖回来了。我现在体重就有95了，是不是很乖呀？我今天吃了一大包薯片，而且是我最喜欢的红烩味道，就是蓝色包装的那个薯片，我吃了一大包，嘿嘿。明明今天是蓝色的，蓝色的睡衣。我准备以后每天喝一杯奶茶。嘿嘿，我终于要喝回我的奶茶了。Hello，霹雳火，你好呀，晚上好呀。
不包奶绿。我跟你们说，没有人跟我拼单一点点，所以我波霸奶绿一杯到不了起送费，我就喝不了。Hello， 王小明你好呀，我只能喝 Coco， 暂时只能喝 Coco。 马来西亚，你的名字怎么读啊？ You look 是什么意思？但是蓝色的，看不出蓝色吗？咦，睡前播30分钟，我就去睡觉了。有点粉，迪波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有粉色图案，应该是因为粉色的图案吧。糟糕，把发际线吹起来了。Oh no！ 谢谢你夸我可爱。糟糕，发际线不保，本来发际线还以为在这里，结果一吹起来就一个大无语事件。Hello， 木子，晚上好呀。我有买那个涂生发的东西，买了个涂生发的东西。听你们的，就是那个蓝色盖盖的喷喷的涂的。Hello， 橘子。睡衣超可爱，我人不可爱吗？嗯，我现在没有戴眼镜，眼镜不见了，然后隐形眼镜也没戴，有点看不清你们，眼睛可能不会聚光。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Melody 和库洛米，还有新的娃也很喜欢，巨龟狗我也很喜欢，还有布丁 Kiki 酱我也很喜欢。所以说像这种睡衣啊都会，还有后面的包包我都会买这些。耳朵好红，可能又是紧张了吧。你们说了什么呀？我近视多少度啊？我右眼350，可能又长了吧。左眼没有怎么近视，所以说我有时候一只眼睛可能会飘过去。对，我把妆卸了，素颜，但我把妆卸了。今天小鹏前辈生日啊，好，谢谢提醒，待会就去跟他说，到微信也跟他去说，谢谢诗人的兔兔。谢谢诗人的仙女飘带。小鹏前辈，小鹏前辈生日了，他竟然不跟我说，可能也不好说吧，待会就去祝他生日。啊，你们困吗？你们不困吗？为什么还醒着呀？
为什么？嗯，对，我有好多衣服，我有好多衣服啊，我有好多衣服。所以说，要是我有舍友的话，可能一个房间还放不下呢。会互道晚安，各自狂欢。在微信上，我已经和我的姐姐说了晚安了，结果我来到了这里，我又给大家直起了播。在微信上，我已经跟我爸妈的家族群里已经说了，大家好，我睡了。やめてよ、やめてよ、優しくしないでよ。どうしても僕には理解ができないよ。人よ、人よ、もういっそ僕はなでも。想想会想到失眠。哎呀，我的天呐，这不太好吧？满屏都是粉丝。粉色吗？我喜欢粉色，你可以来，下次给大家看一下我房间，基本都是粉色的，像那种储藏用的箱子啊，然后被套啊都是粉色的。嗯哼，Lovely voice，Thank you，呵呵呵呵，欢迎你天天来找我，啊不管，我会天天，我每周二都会更新晚安曲。化妆，谢谢小松鼠的荧光棒。我还未成年呢，我还快成年了。我每次出去，可能是因为我身高的原因吧。我每次出去，他们都说我感觉年纪很大的样子。谢谢左左的兔兔，Thank you。还有5个月，今年生日是不是能跟你们一起过啦？今年生日好像能跟你们一起过啦。开心，开心，开心啊，开心！谢谢霹雳火的巧克力。但是我笑，我容易笑崩。谢谢东哥的十个荧光棒。不要提前祝福，那天你也会在的，你肯定会到那天一直陪我的。你提前祝福，感觉那天你不能陪我过生日一样的，就是。就要到下年的2月18号，你再给我祝福，好吗？やめてよ、やめてよ。谢谢 T 送的，谢谢 T 送的荧光棒。好像是春节那段时间，我每年叫什么过生日，基本都是寒假的时候。谢谢注意卫生送的花前月下，Thank you。花前哦，这特效怎么变了？跟之前的不一样了耶。这个特效好可爱，是一只小团团上树。小松鼠还有3个月生日啊！小松鼠是3个月，这个月已经是9月了，91月份吗？还是12月？明年春节2.1号哦。我们春节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放假耶，12月哦，
放心，你们的翻盘还没过期呢。我今天已经把21号的回完了，22号的我也都编辑好了，明天给你们发呀，好吗？编辑了，好像编辑了3条，大家都一起发哦。2月份，孙珍妮大美女2月份生日，考察有安排，坐坐。天哪，生日吃烤蚕蛹干嘛呀？吃蛋糕啊？哦，天啦，天啦噜，受不了，受不了，不能参与话题了。这个话题我并不想参与。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糕啊？吃过最好吃的蛋糕是什么呀？推荐我一下呗。1月生日，摩羯座吗？蚕蛹蛋糕。我一整个大无语，才想起来，到时候小鹿快去补过一个，不，补吃一个生日蛋糕吧。我是水瓶的最后一天，也有点偏双鱼座。我觉得我不太像水瓶座，也可能比较像我自己对自己。哎，我也喜欢吃提拉米苏，我也喜欢吃提拉米苏。天平，听说天平和水瓶最配哦。摩羯座我挺喜欢的呀。摩羯，我很多好朋友都是摩羯座。我真的好喜欢吃提拉米苏，然后最好下面有个那种杏仁底或者蛋糕胚的，我就觉得一绝。但我不喜欢吃慕斯款的，你们知道慕斯吗？就那种芒果慕斯呀，然后提拉米苏慕斯呀，我不喜欢吃。榴莲蛋糕，榴莲蛋糕也不错，榴莲千层，但我只吃过。他们不是说天秤座是，小二星座里面颜值最高的吗？天蝎，嗯，天蝎是很多美女。对，是个眼罩。我平常睡觉喜欢戴眼罩睡。因为我的插座它会亮蓝色的灯，然后我要是有一点光我就睡不着了，但是要是没光的话我又会害怕，所以平常的时候就会把眼罩戴起来。然后每次睡醒了以后呢，基本眼罩也不知道，肯定不在眼睛上，基本也就在床旁边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脱的。乔迪，对，摩羯，不可否认摩羯挺多美女的，我喜欢摩羯座呢。嗯，摩羯是12月和1月。Hello， 晚上好。晚上好。我睡觉会踢人的，但是我现在睡相比较乖一点。我以前我记得，我会跟我姐姐睡觉的时候，我会踢她。然后半夜会哭醒，我就会哭，做噩梦我就会哭。是眼罩呀。我记得我小时候会踢被子，我记忆最深就是我踢被子。然后我记得我妈妈很辛苦，每次晚上其实我有印象就没有睡得特别熟，妈妈每次晚上都会帮我盖被子，这好像是每个妈妈都会干的事。 Hello Hello 新进来的宝贝们，你们好呀。好困啊，但是好想给你们再播一会儿。羡慕小虎姐姐，你羡慕她呢还是羡慕我呢？我不要，我再播一会儿吧。
好久没见面了，你们不想我吗？你们不想我吗？难道？快点就去睡，我真的不困。明天没有事情，明天可以睡个懒觉。明天给你们发完早安翻牌，我就再去睡个回笼觉吧，好吗？简直太不擦了！于叔叔，国庆剧场见，好。明天发完早安翻牌，我再去睡个觉。嗯哼，好，那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某天再见面吧，逍遥。我记住你了，你不要随便改名字哦，不然我就忘记你喽。我特别喜欢这种睡衣，我觉得又舒服又便宜，穿的又可爱。虽然它裤脚短一截，我每次买这种，就是它其实现在在我小腿这里，哎，就很无语，就很喜欢这种睡衣，但是它们基本都会短一截。No. 对，翻完早安翻牌再睡觉。它不是真丝的，它是棉的，它是棉的。Hello， 大发哦，不，谢谢大发给我的十个荧光棒。你们说我凡尔赛，那是真的。冬天的时候很痛苦的，冬天的时候想穿个睡衣暖暖和和裹成一团出去，结果脚脖子那透风，我只能再穿上袜子。但是我又最讨厌穿袜子。而且女孩子的睡衣最大码也就是 XL 吧，有些还是均码的。好看的睡衣基本都是均码的，都买不到。没有，不理你啊，报销。你发什么了？我可能没有看到。谢谢东哥的荧光棒，你再发一遍吧，我刚刚没有看到。谢谢霹雳火的玫瑰花。男装，我又不喜欢。大哭哥哥，没有不理他，我没有不理他，可是我评论翻不上去了，他发什么了呀？啊，报销跟我说晚上好，晚上好，给你补一个好吗？报销，晚上好，中性的衣服，全看我心情吧。我不是说了吗？我以前在宿舍里，基本都是走维密的。基本就是全看我心情，今天就是粉粉嫩嫩的。对呀，我觉得，啊，哎，又想打喷嚏。Hello，小房门，晚上好。是有一点冷，是有一点冷。谢谢酱牙的奶茶。你们在逼我做瓜吗？哼，救命，好恐怖，怎么灯又坏了？什么玩意儿啊？坏蛋！气死我了！没有机会，没有机会。瓜会。你们好恐怖啊，我一个人在宿舍，不要吓我，
像平常很勇敢，很胆子很大，但现在一个人在宿舍还是有点可怕。姐姐今天不在呀，姐姐只是之前怕我无聊了来陪陪我，她不在。恐怖故事，想听吗？想听吗，各位？好，拜拜，霹雳火，晚安。不要，我害怕。你们不怕，我害怕呀！真是的。我自从跟你们聊天了以后，我学会了一招，重新 follow my heart。You know， 你们知道不？重新好吗？我们大家都要 follow your heart。Yeah， 非常的对。哎呀，不是这个字啦，只是重新 follow my heart。啊，于叔叔晚安。重新 not a song， no 不懂我。谢谢一个人将军送的巧克力。我感觉我的眼睛是不是有点肿，感觉这眼睛的双眼皮怎么回事。哇，真的是以前刘海有定型喷雾的，现在没有了，我还天天吹。完了，这个直播留不得了，这个直播留不得了，留不得了。糟了个大糕，忘记了，刚洗了头，忘了这，哎呦，我真服了。东哥倒是十分的。会说话，是刘海有点长，对，是刘海比较长。谢谢用起来的秋天的奶茶，只是刘海比较长，懂我？高情商回答，啊，谢谢盐放多了的一只兔兔。我不，橘子，我不，我反正已经买了生发液了，再过两个月你们再来看我的刘海吧，哼，再来看我的发际线，到时候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撩出来了，切，我怕你哦，我才不怕，我买了生发液了。好贵的，但是为了我的发际线还是得买，这生发液真的贵。不是，是那个蓝色盖盖的，之前有人推荐我，有家人推荐我买的那个什么什么涂的，然后涂了，他们说什么88天看见奇迹啊。不准走，出坑！我哭了，你满意了？我以前，我感觉我发际线这么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以前练健美操的时候，天天往后扎呀，往后撸。老师不够，再扎高一点。老师不够啊！在呢，三号公演在呢。三号公演，刚刚就在舞蹈房练习三号公演的歌，是完全陌生的歌，然后就一整个头脑风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厉害，我全记住了，哈哈哈哈哈哈，对啊，我练过健美操，
所以说我有时候跳舞不太好看，就有点像跳健美操，我觉得有一点难。我觉得有一点难，主要是就是我感觉有点急，你知道吧？就是老师又教了这些，然后就感觉我怕来不及，我怕在蒋云前辈公演生日公演上搞砸了，所以我就很着急，我就很难受，自己就怕练不好，所以说一直待在教室里练一会儿。难的话倒还好。那没有这么厉害，那是体操，不是健美操。健美操的话，基本都是那种撑地呀、啊，然后那种倒立啊，就是那种三人两人竞技，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就把你托举啊什么什么的。十月注定很忙，十月加油吧。不是啦啦队，不是啦啦队，但是跟啦啦操有点莫名的相似。我记得我之前学过一个健美操，就是喜羊羊的主题曲，大白菜金毛菜，空心菜又卖菜，什么菜什么菜什么的的，喜羊羊喜羊羊，没想就怎么唱的。然后当时因为不知道他歌词到底唱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菜呀什么菜什么菜呀什么菜，就是这样子，好多菜，对的。就是跳健美操，因为表情很饱满嘛，就是健美操就是需要动作完美，表情也要灿烂，然后就是什么菜呀什么菜什么菜呀什么菜，挥手那种，然后拿两个球挥手，什么菜呀什么菜。我觉得我跟你说我有点奇怪，因为我之前练过，不是练过 T 台嘛，我之前去面试过很多 T 台很多秀嘛，然后就是面试秀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垮脸，就这样的，就是面无表情，然后就是有点养成习惯了，所以说我有时候面部放松起来的时候就很凶。就很凶。以后不要被我凶到了哦。还是得多笑笑，把笑肌练起来。哎呀，不知道，又想吹了。哎呀，我这习惯真不好，下次喷个定型喷雾吧。一整个大无语事件又发生了。哎哎，吓死我了！怎么会这样嘛？啊？什么情况？哎，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接触不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被我扯被子扯掉了。谢谢泽泽，早点睡，明天一早。嗯，好开心哦，好开心哦。这个灯是
这个灯是我新买的，这个灯是我新买的。它只是接触不良吧，它没有坏，它没有被我玩坏。哈哈哈哈，鲨鱼，还有上次多收了一只小松鼠，小仓鼠，而且它可以插手手，以后我就带着它跑了，好舒服，它可以好舒服，以后冬天基本就是这么度过了。后面屁股后面好像还有一只小猪猪，哎呀，还是垫在后面比较好。对呀，好实用，又可爱又实用。是我之前去剧场上班的时候收到的，很喜欢哦。这只仓鼠就在我床边，你也有吗？姜牙，你也有小仓鼠吗？下班吗？哎呦，忘了嘛，差不多差不多。我的房间对话框的气泡也是小仓鼠。啊，对，仓鼠是下班送的，忘记了吗？真是的，差不多。小黄人晚安，一点钟了，好快呀、啊！时间总是那么快的流过去。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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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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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不，我就是要唱。晚安，猫砂盆，晚安。哎呦，好无语啊！我怎么嘴巴一闲下来，我就喜欢吹头发，我真的服了。Hello， 冰糖，凌晨好。为啥傻笑？因为跟你们聊天很开心啊。难道你要让我板着脸跟你直播吗？好，姜牙晚安哦。哎，哎，小松鼠，你这好像在暗示些什么呢？明天股票还没有选，直播结束后去选。你可以先去选啊，小慧一下子还下不了播呢，你可以先去选股票。对了，股票是怎么看的呀？那个绿色的和红色的绿码嘛，绿条条和红条条。板着脸好帅，爱了，我就笑，爱我就笑，八颗牙齿露出来的那种大笑，哦吼，绿电红掌，そうですね，专家同志不睡觉吗？不睡呀，不睡呀，明天没有事情，可以睡大觉，而且我把舞都扒完了。早点休息，小慧。小慧不想睡，小慧想再跟你们聊会天，怎么办呢，杜哥？怎么办呢？可是明天我就不一定能直播了。
明天要去面试，加油啊，加油，加油！我之前有跟别的家人翻盘说，不管面试成功与否，只要去试就好了，试肯定不会后悔。小鹿，你看我这么可爱，怎么都不给我礼物呢？怎么能不给我吃的呢？我只想吃煎饼。礼物可以不要，我要吃煎饼和一鲜鲜。是啊，不得不给我。是人真好，还帮我说话。我想吃那个吃，那不不不不，剧场那边的煎饼，就是好像只有早上有。啊，再过一会儿嘛，再过一会儿睡觉嘛，明天我可以睡懒觉。再过一会儿嘛，好吗？好吗？好吗？好不好呀？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吗？好不好吗？那我不要，那我拒收你的礼物。如果送柴油给我，只要送柴油给我，我就去找毛毛虫，我吓你，放你衣服里面，行不行？我就去找毛毛虫。不信是吧？嘿，我小时候还喜欢抓毛毛虫玩呢，就是小时候，现在不敢。毛毛虫可以吃？救命啊！哎呀，东哥，快去睡觉啦！快去睡觉了。我只是说说的，其实关于虫子类的，我都有点那什么，我只是说说的，吓吓你们，吓吓你们，有没有被我吓到？吓死！嘴巴说谁不会啊？嘴巴说我第一名，哦，哎西。还有。糯糯的风，蟑螂，所有虫子都怕，我对蟑螂倒还好，可能是因为南方的蟑螂真的很多，以前学校里也有蟑螂，然后我，啊，我真受不了了，说到这个我就来气。结果都来气，你知道吧？我其实也害怕，你知道吧？但是我们当时在班里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啊，有小强哦，天哪！哇，蟑螂，好可怕，好可怕！然后我一个一整个大无语在那里，然后我就拿后面，因为后面我就是别人的鞋子，我就啪，行了吧？死了，我就是这样子的性格。但其实我自己也害怕的要死，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说过了，之前说过就是我害怕蟑螂，它不见更可怕。你说见到蟑螂害怕也就算了，如果它突然消失在我眼前的话，我就一整个汗毛竖起来了。抱歉，不要说这个画面，老鼠。你可以买一个那种蚊香，电蚊香插着，对吧？我好勇敢的。但也是间歇性勇敢。灭蚊灯是什么？那是紫色的那个玩意儿吗？
好像蚊子这种东西基本都是，有些地方就一直都不会有蚊子，但是有些地方就会有好多蚊子。我记得我家里也是，就是只有我房间啊，那蚊子太多了，白墙上停满十几只打不完的那种。因为好像是很多空调，哎，对，就是空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不管中央空调也好，还是那种普通空调，很能很能藏蚊子呢。我现在肚子上就被毒蚊子咬了个块儿，哎呀妈，疼死我了！你们有什么表情包？没有表情包，我没有表情包的，怎么会有表情包呢？啊，我怎么这么端庄，这么温柔，怎么会有表情包呢？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受不了。啊，我记得我最讨厌那个蚊子咬手了，它给我咬一块，我就会肿起来，特疼，而且又疼又痒。国庆大会回来吗？耶，这么想大会，我每次咬完以后就像个番薯干，哼。大会，你想他来吗？你们想大会来吗？大会老漂亮了，是好看。大会是好看，当然了，那是我姐姐，能不好看吗？啊，真是的。大卫可能最近要忙工作，而且国庆的话，国庆的话，我可能要回一趟杭州，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的弟弟。大辉应该也会在，我回杭州的话，大辉就在。时隔2、3个月，终于回家了，兄弟们，兄弟们，终于回家了，终于能回家了，真的，一直给他。等国庆直播，你就知道我有几个弟弟了。想家，我也想家呀，特别是一个人现在这样待着就很想家。想家呀，想家呀。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回不去，回不去，回不去。啊，太难受了，想打喷嚏打不出来。太难受了，我受不了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感冒，鼻炎吧。现在感冒可是不行的，大家都不要感冒啊。感冒了，免疫力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下降了，就会有坏东西侵入你的身体。哎呀，我太难受了，哎，话都说不出去。可能是换季了，可能是换季了。我的雷达、鼻子啊、眼睛雷达特别敏感，就是换季就会眼睛痒、结膜炎、鼻炎。然后咽喉炎，难怪。
咽喉炎，然后就什么炎都出来了，然后就是过敏性季节性的，就是换季的时候，哎，就是比雷达还厉害。咽喉炎搞得我小团团的声音都出不来了，真是的，好烦哦。好像他们说就是因为鼻子鼻炎然后遭周就是牵连的眼睛也会发炎啊什么的。哒哒哒哒哒，免疫力不好，也可能是最近休息没休息好，然后他就来了。他们接二连三都来了，哎，没有，我受不了了，好想吃芋圆，好想吃鲜芋仙，真是的，我们这里没有鲜芋仙，好烦哦。不然我一天可以点五份、十份都可以。我不吃饭，我就只吃鲜芋仙。知道了，知道了，明天就睡个。那、no, 这样子说让我多休息的话，明天24小时都不理你们好吗？明天24小时都不理你们了。我就全在睡觉，问就是专家在睡觉。开玩笑了，开玩笑了，真是的。我吓吓你们的，我吓吓你们的，不要当真啊，不要当真啊，我吓吓你们的。嘿，被我吓到了吧？嘿，嘿，我发现我空调好像漏水了，一整个大无语。它用空调下面就是衣柜，然后衣柜的墙它就有点是木头的嘛，然后它就被泡发了，就一整个肿胀了，我都怕我里面的衣服发霉了。坏空调，它竟然漏水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空调漏水呢。长蘑菇了吗？那倒还没有，那倒还不至于，在我发现它的时候已经把它阻断了，就是很热，它有时候就是我很怕热嘛，然后它有时候就是我把它关了一下，它干一下嘛，然后就会很热。我去耍呀，去耍呀，去玩呀，谢谢跳河的人的20个荧光棒。你改，我马上去取消明年2月份假期，是什么意思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取消2月份的假期？你发的什么吗，小松鼠？你说我明天24小时睡觉是吧？不然我帮你用，你进得来吗？保安叔叔把你插出去。好的，冰糖晚安。是你们让我多休息多休息的，你怎么这么凶啊？不想理你了，真是。我这是在听你们的话，多听你们的话。小慧最乖了，最会听你们的话了。明天没排练。好，小股神浇花晚安。明天没有排练，
明天没得排练，没有排练，但是明天自己练会舞吧，还要给你们翻牌什么的。1:30下播，小慧喝个牛奶和吃个鱼肝油也要下睡觉了。吃鱼肝油，提前报告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要请假的话，要放假的话，还得跟领导报告什么，还提前批什么的，对吧？国庆大家有什么安排呀？有要出去玩的吗？去哪里玩啊？小慧也好想出去玩呀。我看着一流姐姐，还有吴伯涵前辈，还有林佳怡前辈去日照玩了。日照，他们真的说走就走啊！大阪、京都逛一圈，好羡慕，好想去。去杭州找姐姐，姐姐在上海。你可以来上海找姐姐，顺便来嘉兴路看看小慧。想去海边啊！我特别想拍一套写真，就是在海边拍《溺水小刀》同款。你们看过《溺水小刀》吗？就小松菜奈演的，那个《溺水小刀》，我想去拍一个写真。我约了国庆的写真，去拍一组照片吧。等以后有微博了，先给他附上去，先提前给你们预告一下。至于是什么风格的，那另说喽，那到时再说喽。山东菏泽。我会说这句话，山东菏泽，山东的，你是山东的吗？山东菏泽曹县，日照好像是在山东吧，是吧？哦，蛇脚牛牛还者，我不是啊。好吧，四川或南京，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我的口音非常奇怪，应该没那么快耶。我记得15期他们发微博的时候是啥时候啊？当时还把我们叫了一起去上微博课呢，在剧场上课，跟15期的前辈们一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抖音，我们用不了抖音，用不了其他软件。对，剧场上课，就是当天发微博的课。峨眉山，过儿，我是姑姑，过儿，我是姑姑啊，过儿，姑姑，我是姑姑。Hello， 停聊，你好呀，晚上好，我都要下播了，我1:30下播吧。断臂，姑姑，大雕，快过来，大雕。我的雕呢？杨过，好了，我要下播啦，大家晚安。
再可以看回放哦。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宝贝，晚安，宝贝们，晚安，家人们，晚安，晚安，晚安，好了，拜拜。关不掉对你的愤怒在燃烧，关不掉，真关不掉，不想关了。好了，真拜拜了，晚安，各位。